这不就可以了吗？对吧？我们大长今一起对嘛，然后女王木的宝宝给大长卡个大金，好吧？然后其他宝宝去拍，我看去拍凌波的吧，拍二号吧，拍二号，拍二号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拍二号，换成推把防御换成啊，我先屠刀，暴力金是开着弯的，这样切进来，他敢干你啊？他不野兽吗？隐身的。这是卡普一切无名，这个斯洛里超屌，超牛逼的。你把拉拉打不战啊？破家伙！哎，他是丢变高飞，然后直接给自己卡五龙吗？这是？对对对。哦，速度动漫，哦，这是必杀卡对吧？他包野兽的，不可能干的。比他快这回，嗯，杨木招手好了，嗯，杨木招手好了，四号位置虚拟，五号散恶，二号位置千术，二号宝宝好像不用管他的，一号三号最慢，先把一号清掉，对，先把一号清了，给大唐卡个大金，哦，直接卡小帅了，女王木的宝宝再给大唐卡个大金，然后大唐先野兽。好吧，女娃木招蛇就可以。三号最慢，啊，三号是虚拟，现在先不管他。化成你先切把金刚，化成你或者你切把盾化成，你先切把盾吧，好吧。你切把盾。一号宠吗？对，你们去一号。嗯。我这个感知再补一下二号吧，二号要死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感知的可以补二号，可以。我也是有感知的。可以。我在马啊，如果马没了，我估计没有他，没有那个石头快的。你着急啊！你现在才几回合，你着急干个球，他能干得动我们吗？先给你吃一下马，没那忘了，待会儿。啊，没事。搂不动我们，你现在挠我们痒痒啊。还是看图的。下午又再拿个蛇卵好了。满愤怒。谁满愤怒？女娃。女娃木再出蛇卵，你先不放。不大是吗？你可以放把，可以放把罗。我罗吧，化身金吧。不如群出一把血，把金特技留着。要不然那个吧，女娃村罗化身金吧。可以可以，行行行。我破血清楚吗？你破血清，对面五号是三个是吧？破血清五号三个吧，你们两个感知的可以去给那边二号。嗯，有一个宝宝卡药吧。我的宝宝来卡行吗？我的宝宝可以可以啊，好的，嗯，我再出一个，给我卡一个，给谁卡一个？女王木卡了啊，你会163呢？那无所谓，你这。你衣服快坏了，我先跟你说一下。嗯。陆豪的还高。这个是号角孩子吧？对，陆豪的。嗯。还有一把破血，哎，163了，对不对？163了。下回你的宝宝出来可以给自己卡了，我们可以点一个了。你们化妆镜群推好了，我感觉不用叠人形。嗯啊。哎，163。好。人家163扛住，163有点亏，你知道吧？他妈的，本来就亏，叫你卡血你不听。我给贵族给你卡了，卡了，我怎么给你卡？我人给你丢啊？可以，宝宝都给自己卡呀，大金啊。然后我的宝宝拉女王木，大长宝宝给我卡好了。然后化成和女王村都自己卡，化成群推。我的宝宝拉女王木，女王木出高速啊。女王村你还得飘，女王村，你再飘一把吧。
我发成群对话上啊。我这边继续破血清楚吗？你破血清对面四号吧。啊。然后宝宝给你卡。女娲木出高速车了吧？啊，对，宝宝给我卡的。嗯。啊，我给地府卡了。我出那个童子了。可以。嗯。快。下把得点了，不点我们也耗不住。嗯，对，下一把马也没了。第五回合马的在了吧？过五回合之后才没有的吧？是的。嗯，下把还有。下把还比他快。这下把这个逼有一把金，得把这地府消掉。把地府消掉，然后点上，然后我告诉你们点谁就好。点队长也行。闪现。全是陕西的宝宝吗？对，全陕西。然后这是个魔镜孩子。不用救死扶伤，你继续群推血就可以。女娃木的宝宝给自己顶，女娃木无相猪入对面队长，然后大堂扫过去，好吧？啊，宝宝应该没必要跟。你把地府笑了吧？我宝宝点了女娃木拉就可以，我宝宝点了女娃木拉就可以。你们其他宝宝，五哥，咱俩清二号吧。小四海，小四海，宝宝可以开小四海，可以开小四海。也行。你们谁有愤怒，注意接一把罗汉，他们等一下会虚迷的。他开无间了。不粘你了。动号，这是什么技能？他两流磨成还好，他两流磨成还好，没什么太大。哇、哦，草枪死亡没中。又没中。不然的话还很舒服啊，空切掉。高空切啊。这猛的他妈没对，他妈很疼，现在没对很疼，我日好疼，他妈的发生还得群推，我来接罗汉好了，来啊，然后宝宝注意给自己卡小赛可大心情好。对面的宝宝不用清了，全卡下就好了。他妈的，他这个起来能飞机，这飞机有点狠的呢，我只能裸汉了啊。嗯，女娃木宝宝，女娃木宝宝给自己顶一个，女娃木起个盾吧，女娃子也可以起盾了。女儿起盾，然后我给女儿顶小赛吧，宝宝。嗯。这飞机有点疼着呢，我怕我他妈顶不住，靠。嗯小子王没中，小子王中舒服了。哦，你哥的。P3的花生。拉起来还得加个那个玩意，加个那叫什么东西？干嘛？哦，他要满飞，你知道吗？加他那个冲狂鹰击。我操，这把很凶，这把很凶。两个魔镜，我操！我操！还行，还行个屁！他还有一个单位没输出呢，哥们。哎，这样还好，这样还可以。哎，这样还好。但是拉起来只能群推，不能活。不过无所谓，第七回合啊、嗯，可以长驱干他嘛。嗯。那个女娃木的宝宝拉大堂。化生群伤好了，对吧？化生群伤好了，大堂，你要不先起个堆吧，大堂。好，好吧。我拉波小怨灵，你出波小怨灵可以。我先。化生自己卡吧。化生自己卡，地府也自己卡。我宝宝再点化生点个小哦，点地府点小赛吧。可以，嗯。我这带了两个左转。啊？打这种队伍你带还是就算了，你们吧。我的五龙丹也忘了换，不怪他。
我五龙丹没换，但是我九转够的，九转还是。我九转是带了副的。我靠！群推不是推，不是回上的。没有没有，他要推上，他要推上的，他就是不让可以的。下回合可以拉那个，要不要拉？真菌显灵了，这狗我操，真菌把他弄了，我操！下回真菌把他弄了，真的群推血把他弄了就好了。要不然真菌扛不住，嗯，女王的宝宝卡个大金可以。行。能招蛇了要招吗？不招，女王木宝，女王木取秒就行，先不招，好吧？你给大狼卡个大金，然后化成群堆血，行吧？女王村你怎么说？你看去封还是？我直接单封队长了，行，可以。那我就很少暴力金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嗯嗯，我给女王村卡一个，我没有小三，卡大金，卡一个不一定够啊。够了，卡两个了。化成群队把大堂子肯定可以扫出去的了，就把他抓了。这狗逼，这狗逼有一把抓。哦，哦，没事没事，应该也够，应该也够，应该也够，群队一把应该也够的，够够够够够。还好，我靠，这够给他们带。够的，化成爆一下。不够，够个大，差得远了。哇，这小死亡真的头疼，炸了炸了，嗯，这不炸了，真的，阴击太痛了，这阴击不算痛，你一会金军过来那才痛呢，他妈，而且化成这把可能死了，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金军疼。贴一下，哪有血贴乱？下回没罗汉，这逼出去迷了，你知道吗？只能龟速拉，拉女儿村，女儿村起来喝把酒。出地挺好了，出地挺吧。哎，不够，九回合不够。哎，我的宝宝，出了下回合够了，化成你罗汉，这回合出下回合够。不，下回合四回合够。女儿村宝自己拉，女儿村起来喝把酒就可以了。我的宝宝拉，我继续取秒，女王木继续取秒，大堂剑斩。我只有六秒时间，我直接拼砍出去了。我宝宝拉着女儿分，哎，好好好，嗯嗯，女王木的宝宝继续自己砍一个，死了，超出虚的，大堂可能也得死。二十三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只要罗盖上就好，要化成比他快，只要罗盖上 ，OK OK OK， 稳了。嗯，又稳住了。我们大堂得用剑斩杀人了，我们不能想着横扫，横扫好像有点难。嗯，女娃子起来之后，女娃子下把金青，想想啊，金青。把你戳他妈戳的，戳个别的呀！来不及了，他有精灵显灵，疼，太疼了，我靠！我操！这应该拉女儿了吗？没关系，女儿跟金青之后没关系啊，不要紧。不是，这他妈的，我是化成的，化成不能死，化成你下把得舍一把你自己，好吧？我是。然后我拉女娃木，女娃木出蛇了吧？我直接剑斩吗？他还有一个虚名没动呢。你先不剑斩，先不剑斩，你给对面，你能丢武魂不？可以。你先丢武魂吧，就给暴力金吧。可以可以可以啊，嗯，宝宝，我拉女娃，我拉女娃，我来不及了，我来不及拉了，都他妈只有几秒，我这个花生卡了干啥？哎呦，这把他妈的有点骚着呢，下把一定得拉，下把一定要拉了，正好是这把失主被击之后，下把一定得拉，拉起来之后女娃子换那个就可以，女娃子换地钉。他连环把你搞死是有点糟的，他也没时间，还真连环，还真死了。
女娃木有羊户宝宝可以拉的，你看一下啊。你羊户没开？靠，为什么不开羊户呀？你羊户没开呀、啊？我看一下，哎呀呀呀，有羊户，有羊户。这羊户就是你那个说别出的宝宝。你羊在还没死，我操！我两个。有视频都给你聊死不？你还没死，我日，哎。女娃们出个羊户宝宝好了啦，女娃村你怎么说？要不骑把盾，然后大唐的宝宝自己拉。我直接飘吧，直接飘吧。地府，我拉大唐，好吧，大唐宝宝拉地府，我拉大唐。然后大唐，你要不直接出个地精，你直接拉个地精。奶奶，嗯，我宝宝拉，我宝宝拉地府啊。嗯。哎，你九回合出地精，第十回合不是刚好可以秒吗？他是十回合之后才行。那天我就被小五屌了一顿了，真的。哎，这把牛逼了，还有精的，也牛逼不到哪里去的呢。你下午两只宝宝天气挺好的。要不要再换一个地？要不要再换一个那个掩护？嗯，看看，你别着急啊！女娃子直接给我地听上笛子了。女娃子的宝自己拉，女娃子起来换地听，然后你直接给你地听上笛子，我也给你地听加笛子。我的宝宝和女娃子的宝宝去贴你的地听，好吧？我点化身的宝宝，我点对面队长关了。哎，女娃子的宝宝给地听顶个大街，我和化身的宝宝贴。哎，我点队长。哦，可以，我和化身的宝宝贴，女娃子的宝宝直接给地听顶卡个大街。不一定能加得出来，妈的！这地厅是慢的吗？哎，这地厅是慢的。对，我慢的，只能拉慢的。两个贴还好，两个贴能出手，两个贴有机会出手。两贴好了，两贴有机会出手的。可以出手，我就怕他断月了那边。没有，他是金刀诺的，嗯。那就出手了。女娃木的应该也加上了吧？哎，女娃木加不上。我有七千，什么163太废了。我操，还在163。法灵啊，大哥。那个逼又163，真的吗？这十两个吧，都是163，你知道吗？一堆的163，你知道吧？没关系的，我们女娃子还有一只的，我们女娃子还有一只的，没关系的，不要紧。哎，牛逼！女娃子好像自己可以加笛子，只能自己加了啊，是吧？我的宝宝拉，我宝宝拉我自己，我拉化生，化生拉大唐，大唐拉女娃木，啊，赶紧操作！大唐给拉女娃木，我拉化生，化生拉大唐。我女娃自己拉呀。女娃木，你不用自己拉，你可以给女娃子卡大街。没大街呢，就一个小四。那你自己拉起来取秒。好的。金星，他们不罗汉吗？这么膨胀吗？他罗也没用，罗其实还好一点吧。哎呦呦，这个秒不断。163，你妈了个屁了！那个163真的烦，小心他们地府有他呢。你起不来，还没秒死他这个物理的呢。神了，神了。这个逼又163了，你知道吗？是真的骚的呢啊！185又163了，又163了，他妈死了！他拉，哎，他拉地府，又神了，可以，我操！还有的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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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的搞。下去。这样吧，哎，
女娃村人拉我，我化身，化身，我开把鬼眼，好吧？我开把鬼眼了，女娃村拉我，我开鬼眼吧。嗯，我没要了，我先跟你说。我拉化身，我拉化身，化身出须弥。对，化身出须弥。哦，化身他妈的好险啊！他妈的，终于赢了一把！我操！输。对，第九回合不应该拉女儿的，第九回合要不拉女儿的话，打得更好一点。